圣诞月就快要到了，台北新一街头已经很有过节气氛，尤其是这个飘雪灯光秀，真的是超级有 feel。17公尺高的圣诞树顶端飘下雪花，每天限定15个场次，替甜甜蜜蜜的情侣增添浪漫风。别的地方都没看过这样的下雪，我觉得看到这个圣诞树之后，会觉得更有圣诞节的感觉。一抬头，闪闪亮亮，球体星空廊道像在漫游宇宙，还有雪白色秋千搭配地景，一秒来到国外，可以说是完美必拍。接着通过用百万颗灯泡打造了300米星光步道，前往下个景点。说到拍照，可不能错过这个阿姨的魔镜，而除了在镜子中可以拍出不同的氛围之外，在大大的相框摆 pose 也很好玩。三连拍随你摆，而当然圣诞节最不能错过各式各样的圣诞树。2、1，请点灯。台北静华酒店这棵全台室内最高的圣诞树，足足将近15公尺，挂满2.7万颗 LED 灯泡。另外，君悦酒店的姜饼屋想在盖真的房子，使用了800片姜饼砖瓦、200公斤糖霜、50公斤的蜂蜜，耗费整整72个小时。再转点来到中山公园，今年圣诞造景和史努比联名，一楼二楼拍都好看。同样俏皮风的还有林口三井奥莱、8公尺高的皮卡丘，以及华泰名品城巨型圣诞老人雪靴，各种不同主题，还没到12月，先抢攻大家眼球。TVBS 新闻杨清波、张一科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